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嗨，各位好，我是佳音，很高兴又在这样一个未眠的深夜里和你相会在一星期一本书当中。那么今晚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韩露微微所写到的，婚姻当中最忌讳的是这两个字。一起来听今晚的分享。莎士比亚有一部名剧《奥赛罗》，国王的女儿泰斯蒂蒙娜不顾父命和尊贵的皇族出身，坚定地爱上了黑奴出身的将军奥赛罗。婚后，奥赛罗也坚贞不渝地爱着美丽热情的妻子，但是奥赛罗手下有一个阴险的奇官伊阿古，他一心想要除掉奥赛罗。在奥赛罗和国王女儿在一起之后，妒恨就更深了，为此他便百般地挑唆奥赛罗和妻子的感情，诬陷他和另一名副将有染，并伪造了两人交好的信物。奥赛罗信以为真，在愤怒当中掐死了妻子。后来奥赛罗得知事情的真相，对爱妻无限的忏悔，最终拔剑自刎，倒在了泰斯蒂蒙娜尸体的身边。这样一对爱人冲破了阶级的束缚，经历了种种的磨难才结为良缘，却最终没有逃过猜忌，双双惨死。这虽然只是一部戏剧，为了突出矛盾的冲突，最大程度地展现了猜忌的可怕后果，让双方都付出了生命。可现实生活当中，夫妻间的猜忌就如同砒霜，即便没有谋害性命，也终将谋害夫妻间的情分。有一位在民政局工作的朋友曾经说，他办理过的离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婚姻都是因为夫妻间的信任不够，因为琐事而争吵，继而相互猜疑，难以经受生活的考验，最终协议离婚。虽然他们当中不乏有恩爱夫妻，但是猜忌就像梦魇一样相互折磨着对方，最终为了彼此好过，决定就此放过，实在是令人唏嘘。曾经采访过一对恩爱多年的老夫妻，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们虽然表现得刻意拘谨，但是对彼此的关爱却在不经意间显山露水开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他们的婚姻里，我看到了最好的爱情。我曾经向女人请教过婚姻之道，她坦言说，从不知道永保婚姻的秘籍，只是认定我嫁给他就自然要信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女人也曾经嫉妒他们的婚姻幸福，而且觉得男人帅气英俊，便几次三番地纠缠男人，可未遂之后便到家中告诉女人他们有染，后来连女人的婆婆都问，这个事情要好好地问男人。但女人却说，这本是无端之事，我若是问了他，便说明心中有疑问，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职场如此，婚姻也是如此。我自知夫君本心断然不会负我，我又何必要去问他呢？事后婆婆逢人便夸儿媳妇明事理，连爱人也对她心生感激，家庭关系自然是越来越融洽。最终那个女人看无可乘之机，也便不再纠缠。一路走来，男人和女人之间虽然没有荡气回肠的爱情，也没说过蜜糖一样的情话，但日子却在细水长流当中越发甜蜜。长相知不相宜，女人对爱人的信任便是婚姻幸福最好的保鲜剂。看过一次新闻，有一个机构在路边做过一个测试，奖品不菲，要求却很简单，
只要情侣当中一方愿意戴着眼罩，在对方的搀扶下走到马路对面，再回到起点即可。奖品引得很多的情侣报名，但最终能闭着眼睛走回起点的人却寥寥无几。很多人还没有走几步，听到汽车的鸣笛，便已经警觉地摘下了眼罩。那一刻，双方间的信任瞬间分崩离析。有人说，爱情并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它只是一个最需要有人来呵护的婴儿，而猜疑则是专门谋杀爱情的凶手。当这个凶手潜入你的心灵作祟，爱情注定无处逃生。在乍见之欢的激情之后，能够永葆爱情的唯有夫妻间的信任。信任就如同一张时间的网，只要网不破，便可以承受住婚姻里繁琐细碎的考验。《甄嬛传》当中，甄嬛最后之所以会对雍正由爱生恨，也是因为夫妻间的猜忌。宫中的嫔妃妒忌甄嬛荣宠，所以诬陷甄嬛的双生子是和太医温实初所生，而那个曾说要护她一世周全的男人，那个曾经为她彻夜点长明灯的男人，居然当众捏着她的下巴，一把将她摔倒在地，眼睛里充满了愤恨和鄙夷。鲁迅曾经说，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妇，为什么上公园呢？总是蜜约。夫妻间谋杀爱情的大概就是这些无端的猜疑，因为有了猜疑，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似乎预示着背叛，所以猜疑是爱情的大敌，疑来爱则去。培根曾经说过，对人的信任，对人的热情，形象些说是爱抚温存的翅膀，赖以飞翔的空气。所以说，信任对爱不可或缺，是维系夫妻感情的纽带，是婚姻长久的基石。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夫妻恩爱，长相知不相疑，是古人就有的期许。一辈子太长，海誓山盟构筑的爱情并不能够固若金汤。在激情褪去之后，如何在漫漫的岁月当中始终携手同行，很大程度上便是赖于夫妻间的感情和信任。我曾经听过很多令人心碎的情话，但最动听的却始终是我嫁他就自然要信他。信任不难，难的是做到一辈子的信任。两情相悦产生爱情，爱情要长久，信任则是前提。长久的信任必然包含着无尽的爱意，这恰是这信任成就了一辈子的爱情。婚姻里长久的夫妻必然是长相知不相疑，所以请不要让猜忌杀死爱情，让婚姻最终陷入感情的沼泽地。这就是今晚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来自于作者韩露微微所写到的婚姻当中最忌讳的是这两个字。听完之后，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想呢？那如果喜欢我们今晚的分享，欢迎大家在文末为我们留言或者是点赞。如果喜欢佳音的声音，大家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主播佳音。我也期待着在下一个未眠的深夜里和你继续相会。晚安。How my thoughts they spin me round, and how my thoughts they let me down.
my dreams they spin me round. Now my dreams they let me down. And how my thoughts they spin me round. Now my thoughts they let me down.That climbs and then falls.